各位朋友大家好，乐布我不讲场是乐布的讨论平台，现在我们进行直播，这一集我们请到郑仲辉，辉哥你好，我是余荣耀，想跟大家讲讲，打个招呼先，大家好，想跟大家讲讲土地法有关的问题。我哋以往咧宗數好多時都同阿高銘博海一居業主聯合會嘅主席咧係探討海一居嘅問題。咁今日咧就廣啲嘅話題，講土地法，咁亦都可以講埋海一居。近日見到一啲法律界人士，即係包括唔需要特別講個職稱啦，即係唐曉晴先生嚇，咁亦都有吳在權先生。咁都陸續有發表啲文章，另外有蘇建峰先生，咁都好有可讀性嘅，因為咧佢哋都先後做過分別唔同嘅係立法議員啦，或者係喺法律系統做教學嘅嚇。咁呢個喺澳門培訓法律人才最多嘅澳門大學啦。咁所以佢哋嘅文章係有好高嘅可讀性嘅嚇。嗱，我諗咧就法律咧對於一般人嚟講咧，都不是那麼容易理解到的，都幾悶的或者幾難理解的。但正正是因為這個海一居事件之後呢，它跟個新土地法呢是直接在裡面呢就是將這個海一居事件呢就帶了出來。大家呢在報章上呢，即這段時間看了很多關於土地法是不同角色不同持份者在這方面呢去討論甚至乎爭論啊，這個土地法，所以大家呢對於個土地法可能見得多啦，咁可能迫於無奈你要睇下，咁睇睇下你又覺得咦裏邊嘢都係幾有啲嘢幾有意思嘅喎，咁樣。咁大家都睇到啊，佢哋所寫嘅，我綜合嚟講啊，又提到當年土地法點解要修訂，因為曾經出現過大嘅貪污事件，呢叫世紀貪污，呢個即係。前的公務運輸司金龍司長搞出嚟係嘛？咁之後咧，有啲嘢係要調整啦。即係所以舊時特首咧係有一個酌情權，現在將佢封咗，但封得嚟就似乎冇諗到過渡一啲嘅安排係嘛？基本法都有諗過渡安排啊嘛。咁土地法修訂而唔諗呢個過渡安排咧，我覺得係一個失誤嚟嘅。嗱，仲有一個咧，就土地法咧，即係佢寫得有啲條文係好死嘅，即係譬如大家成日都聽見嘅25年咧，係一條 deadline， 任何情況，因為咧你而家就算話終審法院嘅去審判，咁佢嘅理論就係、是、理據就係話呢個法律寫得好死，係冇一個後門，冇一個緩門。嗱，我大膽講，如果係新地新法。舊地舊法就唔緊要，我俾25年俾你，你要搞掂。如果個25年嘅途中有問題，你即時告我，話我效率差或者咩，然後咧就要延時。所以咧，呢個新嘅土地法如果要修訂咧，就有一個延時嘅制度喺度。點樣延時呢？就按法律啦，唔係話我求其啊，中意延你3年，或者好似現在呢個巴士服務延你15個月，係求其佢話事嘅，唔得咁樣。好隨意嘅，係啦，即係冇咩制約嘅。咁所以舊地舊法呢個都要有，一啲地本來佢喺度進行緊，亦都睇嚟係會搞掂嘅，點知俾你立個新法嚟箍死人？呢、這個唔掂嘅係嘛？即係我舉個例子，等於人哋咧係賣緊西餅嘅，跟住你出啲嘢，令到人哋原本賣西餅得嘅，啊過多兩日你咁賣就唔得㗎啦。咁又話唔怕嘅，有個中轉房啊嘛。我留各條街街口俾你賣西餅咪得啦。不過呢個要諮詢，到時得唔得俾個街口你賣西餅，你唔知嘅。嗱，我諗咧就即係因為呢個新土地法。同埋舊土地法之間咧，其實留翻落嚟嘅時間唔係好長。喺呢個即係以前係若干年前已經簽咗舊，我夠膽講絕大部分冇我即係據我所知嚇。可能我孤陋寡聞啦。如果大家即係知道嘅，可以指正啊，唔緊要啊。因為咧，我知道咧新土地法之後咧，根本未批過土地嘅喎。新土地法簽署之後，即係立法之後。咁其實咧，而家呢個新土地法係完全針對已經簽咗嘅舊土地法裏面嘅土地。咁呢個係咪一個即係公道咧？因為你咧
舊的土地法已經簽好了，很多個原因不知點解啊，即係有些故意，有些無意，有些係唔想的嚇，即係並非自控的範圍之內起不到，都有可能的。所以一些當年參與修法的，有份簽署通過的嚇，呢啲嘅議員而家都喊咁口。但他們有些是有承擔的，看到嗎？不是個個有承擔，有些有承擔的，這些包括我們見的前立法議員唐曉晴，前立法議員吳再權，亦都是前立法議員歐安利等等，當然有些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現在都不出聲，亦都有，所以呢，即你現在在這裡就變了呢，這一班即被人家 DQ 了的即係舊土地嗰啲嚇，咁咧即係當然好多人話：，誒冇問題啊，佢哋做生意啫，做生意佢有風險噶啦。但係咧，但呢個風險唔應該孭嘅。啊，當呢個因為你突然間整個法律咧，即係令到人哋笠死咗。啊，因為咧個法律咧好多時咧，即係而家寫死咗之後咧，因為我唔明白當時佢咁寫法有冇考慮到會有今日呢個情況出現咧？如果考慮到就唔會搞到咁啦，係嘛？我覺得係考慮不周全。既然即係我哋最低限度我哋兩位啦，係嘛？係啊，其他啲人我哋唔能夠代表佢啦。咁我哋都認為佢有即係不周全嘅地方。點解而家遇到有個問題又唔去修改佢咧？係啦，咁你哋都見到啊，有幾位叫做海一居關注組，其實叫做組啫喎，係幾位議員嚟嘅。係，佢又走去見陳海凡司長。咁係乜嘢嘅代表性咧？我成日提係嘛？咁調翻轉頭，我同你又搞個海一居嘅關注小組，加多個小字，咁又如何咧？係咪？咁我哋都係傳媒人啦，係咪啊？咁議員有個地位，傳媒人係咪都有個地位咧？咁係咪個個去都見咧？我覺得係見咧，就見嗰啲立案嘅社團係有關嘅人，包括即係高明博主席係咪啊？佢係一個立案社團的負責人嘛。我們剛剛提及這幾位跟法律界 有關的人士，包括前任立法會議員，前任立法會議員兼是大學的法學教授，是、我想這些 他真的有承擔的人來的，他是身處其中，雖然你覺得是有些衰了、但你覺得他有承擔的、當然這個呢都跟即係我哋即係嗱，我唔好講誤導啊，誤導你有智慧可以制止呢個誤導。誒冇誤導唔係咁容易誤導啊。係啊，即係佢哋咧都係即係當時嗱，我唔肯定呢幾位而家出嚟有異議嘅啊，即係或者有唔同意見嘅法律界人士啦嚇，佢哋當時係點樣去睇呢個法律？但係肯定一個問題就話，佢哋今日咧係會覺得呢個法律咧係有問題，而且有問題之餘咧，係可以修改的。係啊，所以你見到大公網作咗個評論，個評論就講到澳門兩位官委嘅議員嚇，即係一位係陳華強啦，另外一位係馬志成，只係話誒呢個中轉房好啊咁。咁既然大公網都作咗評論咧，我諗大家都要睇，唔係一意啊叫好就算數喎，係咪啊？係要實細實實際際係好。就好，是不啱的就要改的。現在政府其實都落了很多的氣力，去希望呢，即是將這件事呢，即是完結它，或者叫做緩和它。但是我們會看到呢，這個緩和是不容易的，因為呢，即是牽涉每一個人，他在這一生人，這一生人啊，在這次的投入呢，真的很大很大。所以我就要同你都係講明確説話，即係首先我係反對呢個中置房咁樣嘅設計嘅，係嘛？你搞彎咗嗰笪地啊，咁好嘅地，你將佢搞到飛勞飛馬，呢個真係可能會做歷史罪人嘅。但係咧，即係似乎咧，而家政府咧都好即係著意咧喺呢一方面咧，係咪想即係而家呢一屆政府將會完結啦？或者是不是有 order 下來，即是要是今屆政府搞定呢？ 我不信有 order 下來的，因為傲人自傲嘛，是除非這樣，你傲人自傲是沒有水平的自傲，可能就會有 order 下來。另外我也是不明白的，有時候有些東西是踩過界，
由陳海帆司長講呢個地，我哋會收翻嚟發展，啊起中轉房，係啱定唔啱咧？因為如果話將個土地點用，呢個肯定係羅立文司長嘅範疇。即使佢早兩日話，哎有啲我唔講，佢有權唔講嚇，可能佢有個苦衷，咁你都要尊重佢嘅，係嘛？到佢講嘅時候，你聽佢點講。嗱，根據即係上一屆嘅公務運輸司。劉士耀前司長啊，即係佢當年咧就都同嗰啲立法會議員講，咁咧如果今次我哋會通過咧，將來有咩問題咧，呢條法律咧都可以有啲有修修補補嘅機會嘅。咁可唔可以咧？咁啊，而家咧嗱就冇咯喎。好啦，換句説話咧，一樣啦。而家我哋呢兩位嚇，即係其實得一位嘅啫，因為羅立文司長咧就好少出嚟。講及呢件事嘅都係陳海帆，啊司長出嚟講呢件事。但係好似個廣告咁啊，而家高銘博主席都係咁講，即係話誒政府而家講嘅嘢係信唔過啦，冇咗誠信。咁我都唔希望做到咁嘅，但你又睇個廣告係咁喎，你講我就信啦。咁嗰個酒店嘅廣告嚟，事實都係嘅。因為而家嘅市民嗰個覺醒嘅程度高咗，唔係你講佢係信嘅，佢將來仲會踩多你兩腳。如果覺得你唔啱，因為咧前車可鑒，唔係我哋一般市民信啊，係上一任好多嘅立法會議員都信咗。即係劉士耀講啊，咁所以變咗咧，如果我哋再信多一次，又彎咗咧，咁點算咧？但我唔係刻意去踩或者係藉住咁去批評邊一個，但我顯然覺得咧，前立法會主席咧曹其真係做得好啊，佢好幾次有啲嘢係批評當時嘅行政法務司陳麗敏司長，包括話個法律係做得唔夠啊，又唔好啊，結果係加快咗部分啊嘛，係嘛？所以呢種良性嘅壓力咧係要有，甚至你唔好話良性壓力，係惡意去話你，因為你做得唔好，你都要抵啊。嗱，而家咧呢個中置房呢個咧係唔係符合法律咧？嗱，我相信暫時未符合嘅，因為佢話要諮詢嘛。我話八月就諮詢啦，今日已經係八月二號。佢係未有一個法律嘅理論基礎支持佢嘅，否則就唔使諮詢。佢諮詢咗之後咧，應該係要經過一個程序，佢先可以這個咧會寫落去法律嗰度，應該點行點做噶嘛。咁你會唔會聯想到咧？唔係我個輕軌咪又話要諮詢，我而家諗要做咯。諗一樣嘢就話。點解我哋有現行嘅方法可能會解決到呢個問題？你就唔用，你用嗰個咧，而家要重新諮詢。嗱，當然我亦相信咧，即係呢個諮詢咧，嚇可能會係即係唔會有好大嘅阻力嘅，嚇可能會通過嘅，嚇咁所以咧點解咧？即係我哋係咪變咗係家藏疊屋咧？你聽見啊，馮文莊法官喺佢嗰個落敗票聲明度講過嘢啊。咁呢一位法官仲存在嘅喎，將來佢仲可以演繹嘅。如果寫歷史，你都可以叫佢誒講多幾句，加多幾筆嘅喎。就抄翻佢嗰段都得㗎啦，都得㗎，已經好多嘢，即係喺呢件事裏邊咧，係俾咗一好多人嗱。你話我同埋你可能係一個。不是法律界的人士，那我們可能出自一個所謂的，我跟你不是法律界，但我跟你有一樣東西比很多人優勝的，我跟你有良知，有些人很厲害的，你做到高位也好，你沒有良知都是假的，是吧？沒有良知的話，你見到做到周永康入獄的，是吧？那我就是說，即是我們兩個呢，就是說，欸，不是法律界的，但是呢，以我們一個普通的澳門的市民，我們都看到哪一樣東西是對於整個局面是有利的，啊，公不公義這個很抽象，但是有利沒有利呢，即我們經常都說對這次的事件這樣是對澳門整體，尤其是對3020户這個即海一區的業主呢是很大的傷害。還有你對於高銘博主席和他們的那些拍檔呢是不公平，他們已經很和諧按住大家，亦都沒有去亂搞些事，但你都不當他是代表，那這樣對不對？我們從種種跡象呢就看見今次呢某一些的界別的人，包括立法會的議員現任的，他們呢很積極
去配合翻政府或者叫做咧去做呢個中置房，甚至乎落手落腳係去為呢啲呢個海一居嘅業主咧去爭取。嗱，我哋係要支持政府依法施政，嗯、一定要支持。但係倘若覺得佢有問題，作為傳媒人係要提出一啲嘅批評，政府亦都可能覺得我哋批評唔啱嘅，佢可以解釋。咁呢個係好好嘅，係一個理性嘅有來有往，係嘛？但必須咧要尊重法律，即包括尊重依法成立嘅社團啦，高明博佢哋係嘛？所以咧，即係我哋依法施政咧，真係唔好咧兩樣嘢。第一個咧就係即係搬龍門嚇，搬龍門。第二個咧，就經常咧就用一個依法施政，而係忽略咗第二個即係個法律啊，去將呢個所謂依法咧去改變啊，即係呢個咧就變咗真係叫做輸打贏要咁啊！我覺得呢個法律咧對於而家咧對澳門真係唔好啊，對澳門政局嚟講。咁而家嚟到2018年嘅八月啦，即係一年後，咁啊邊個做特首？大家都已經知道㗎啦，塵埃落定㗎。咁好啊，現在邊位想做嘅亦都部署緊，一定係咁啊，係嘛？我都希望佢哋都關心呢班海一居業主會嘅朋友嚇、啊。如果佢能夠有啲説話出嘅，係令到件事圓滿啲解決咧，呢、這個可能對佢哋未來嘅參選係加分嘅。嗱，我諗咧，參選者咧，即係未來特首嘅參選者咧，可能佢哋嘅重點未必落去社會事務嗰度，佢哋嘅重點就落在嗰個選委嗰度啊，因為選佢哋嘅人咧，唔係市民，唔係一般嘅市民，係選委嚟嘅。係，但你都有表現啊嘛。但係我覺得咧，即係咧包括阿高主席啊、高明博主席佢哋咧，希望佢哋能夠做多啲嘢，能夠令到呢個社會甚至乎影響到嗰啲選委嚇。去認同他哋而家呢一套理念，咁樣嘅説話咧，先可以影響到將來嘅特首嘅言論，或者將來特首喺呢方面嗰個決策嘅。所以咧，我覺得呢方面咧，高主席佢哋咧，應該咧就係多啲喺社會上討論呢件事，公開論壇啊、報章上啊，甚至乎用佢哋嘅方法影響更多人，尤其是更加要影響到將來嘅選委。講到未來的選舉特首咧，我哋可以特別揾一次咧專集咁去講啦。但然後翻去講呢個土地法。咁我覺得近日咁多文章出咗咧，係咪都係到呢個時候，大家停低落嚟諗一諗，係咪要修法？點修法？我就覺得，既然有啲喺規則方面有問題嘅，我覺得係要修法啦。就算撇開呢個修法，會唔會令到個發展商得翻個土地？會唔會令到海一區嘅苦主係圓滿解決？呢、這個咧，我哋都要諗嘅。嗱，我唔知道係咪我嘅錯覺啊？我錯覺咧，即係喺度有啲風向喺度轉緊，即係呢一件事咧。在終審法院拿了這個結果出來之後呢，在很多的報章上呢，或者一些傳媒上呢，似乎都是一面倒，就說支持依法施政。那接著就是這一段時間其他的言論呢都少的，但是即是唐曉晴前立法會議員呢講了之後，那跟著呢到馮文莊法官再講這件事呢，好像就是更加明確，多啲人拎出嚟談論，而且係偏向，唔係佢個偏向，唔係話錯嘅偏向，即係傾向於多啲咧。關於呢條法律咧，應該係要改。嗱，同埋再聽一聽上個禮拜而家嘅鐘數，高明博喺呢度講嘅説話，就話你唔好逼佢哋去攞退款啦，係嘛？根本。那個關注組幾位議員是要聽下他們的意見，而不是自己搞自己一套就去逼人家去退回。其實呢，我想回轉頭，如果這幾位即關注組的現任的立法會議員，如果他們想通了，假設這個假設他們想通了，然後他們又支持高明博
這個論調，你想個結果會是怎樣？不會想通的，即以我觀察事物這麼久，既然他走一條路，即硬著頭皮都會說自己對的，其實 是錯的，即我看看他們是怎麼收科的，我觀察著，其實我都不希望他衰，但他走一條路是有可能衰的。所以呢，即現在呢，很多時候呢，即政治的事或者這一類的事情，這些都牽涉到政治 的但自己不要蠢，無論自己是單拋的，即單這個，或者來自一個社團的，不是人家撥下你怎樣就怎樣。所以我有時候我反為覺得，即趙紫陽他情願這樣都不做一個歷史罪人，他不去做屠殺的事，你叫我下來就下來，你軟禁我就軟禁我，我情願這樣，現在呢我們看到一件事呢，就是說澳門現在我們看過關注組這一班的議員，即是我們又統稱他為建制派的議員，肯定是建制派，但是反而呢我們覺得呢非建制派這幾個議員呢，在理論上呢應該他們呢就是說為即大家都有個感覺，這一班議員是比較左傾一點的嘛，但是今次反而呢他們呢第一個即是沒有很明確去表態，表態了那些呢都是認為即係呢個法律咧係有修改嘅必要，係有問題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呢次好似啱啱就算調翻轉咗，唔敢講話修法啊。佢哋都有啲你係聽到嘅言論，係覺得個土地法存在啲問題㗎啦。因為未必一定修法，連法官都講咗啦。喂，有啲嘢唔係話歸拆不歸拆嘅，而係總之25年就要收翻。嗰個法官寫出嚟嘅嘢，都似乎覺得好無奈。不過佢做到法官咧，佢要咁做。咁當然啦，我哋都要佩服馮文莊法官嘅。佢就算輸，佢都輸得係漂亮。有時講衰敗由榮咧，就係講呢啲啦。咁啊，多謝輝哥。